场的贵宾，以及所有的影人朋友们，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影迷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首先，先欢迎各位莅临今年2019年高雄电影节的开幕典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频广播电台的 DJ 彤彤，非常荣幸可以在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2019高雄电影节从今天正式开幕。那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正如刚刚背板上面所写的，叫做“狂恋世代”。我们一连有18天，所有的明星大导通通都会齐聚高雄。我们即将要举办超过65场的导演讲座以及幕后座谈，跟所有的影迷朋友分享。那当然呢，大家最熟知迈入第9年的雄影国际短片竞赛，现在已经是台湾最大的国际短片竞赛以及短片影展哦。今年总计有4750件的参赛作品报名角逐，又相较于去年更加的突破。那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连续3年推出的 VR 单元，今年我们更是以 XR 无限幻境来作为主题。那我们希望呢，可以呼应全球虚拟实境的 XR 趋势。那同时我们扩大放映超过30部的影片，希望所有的影迷朋友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进入到这个虚拟实境当中。今天有非常多各界的贵宾莅临，接下来呢也要一一的为各位介绍。我们请贵宾，如果介绍到你的话，请先跟大家挥手打个招呼哦。首先先介绍给各位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永清、黄竹伟，好的，以及立法委员陈怡宁、陈立伟，欢迎。高雄市专业文化机构林杰董事，以及华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人资处经理徐景珍经理。继续为各位介绍 TT 研视觉艺术总监萧雅穗小姐，以及行销公关总监王燕婷小姐。欢迎所有的贵宾。那当然每一年的高雄电影节呢，都有许多的星光加持。今天呢，这一朵一朵的星光也都莅临了我们开幕的典礼当中，一一的来为各位做介绍哦。首先先掌声欢迎霹雳布袋戏一哥素环真。哇，我们今年是首次举办了霹雳英雄战记之刀说艺术20集的马拉松跨夜场，我们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正式登场了，所以为整个高雄电影节揭开热闹的序幕，再次给我们素环真热烈的掌声欢迎。好的，紧接着呢要介绍给大家用田九漱口导演大久明子，以及爱不可失导演尹在元两位导演，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导演。那两位呢都是这次国际视窗单元的导演哦，再次感谢，特别为我们所有的影迷们带来最新的作品。好的，接着呢要来介绍的是台湾独立短片导演演员组，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实地的夏天》导演郑友杰导演，以及《海巡尖兵》导演林书宇导演，还有同时演出了这两部片的演员黄建伟，今天也欢迎一起莅临。好的，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同样介绍给大家在影展的第一天就火爆登场的江湖无难事，热烈掌声欢迎导演高秉权导演，以及监制徐文荣，还有片中的演员黄迪杨、杨以迪，还有阿喜，今天全体呢都有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上哦。而且我觉得今天他们的座位真的是跟大家零距离，非常非常的近哦。再次感谢莅临。最后压轴要来为各位介绍的是《灿烂星空下》演员 Akira 桑，今天也莅临我们高雄电影节的开幕典礼。感谢所有今天的星光一一的莅临哦，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欣赏他们带来的作品。今年刚刚呢一开头有告诉各位，我们的年度主题叫做狂恋世代。那不同于以往我们雄影比较奇幻逗趣的风格，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 CF 跟过去很不相同哦。赶快先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2019高雄电影节年度主题 CF。是我吃了什么，让他们有一次
蠢蠢欲动。2019高中电影节，爱上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年度主题 CF 热烈的掌声？同时也先为各位介绍一位，我们的立法委员许俊杰、许立伟也来到我们的会场，欢迎。好的，看完了我们年度主题的 CF， 马上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年高雄电影节的影展大使王静小姐以及策展人黄浩杰先生。啊，今天浩杰艳福不浅哦，带着我们的影展大使王静小姐，请两位一同登上我们的舞台。好的，我们这个稍微站前方一点哦。好，刚刚我们大家一同欣赏完了《狂恋世代》的年度主题 CF。首先，先想请问一下浩杰，这个《狂恋世代》到底想要带给所有的影迷朋友什么样的感受呢？那这个主题其实是跟禁忌的恋爱有关。那很凑巧的，今年返校，方学姐跟老师也谈了一场狂恋，是。那其实很呼应我们今年的经典的恋爱主题。那我其实也很喜欢像《灿烂星空下》里面的阿基拉演技，他在那种末世地震底下的那种恋爱，让我非常惊喜。然后以及我们今年的《活口的恶人》，当然我觉得今年是台湾电影的爆发年，嗯，尤其是返校，那接下来又是《江湖无染事》，对，那我觉得大家一起自卑啦，因为这是我看过今年最好笑的喜剧片。耶，请大家多多支持。那其实这些电影很荣幸都是在高雄拍摄的，那我们也谢谢大家这期间可以跟电影谈一场疯狂的恋爱，谢谢。好的，谢谢浩杰。那接下来刚刚我们看完了这个年度主题的 CF， 就是由王静来帮我们拍摄的，这个第一次来担任影展的大使，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兴奋，因为一直以来从入行以来一直都跟高雄非常的有缘，对，从痴情男子和斗鱼返校，甚至中间还有一个公视的新创电影临战是在高雄拍摄的，所以很荣幸可以担任今年的大使。好的，那我们再次给我们影展大使王静热烈的掌声，也谢谢我们的策展人浩杰。我们请两位先请回座，先稍候一下。好的，那个大家呢，刚刚呢听到浩杰说有我们今年算是国片的爆发年，对不对？但是也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年高雄电影节所精心挑选的开幕片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哦。接下来，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开幕片《活口的恶人》导演荒井晴彦以及制片申重晃。掌声欢迎导演跟制片，今天呢也是特地莅临我们高雄电影节哦。动作好，我们旁边还有这个一位翻译的先生。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导演跟制片莅临高雄电影节开幕典礼，是不是可以先请两位跟大家打声招呼？8年前東日本大震災の時に台湾の人に多大な支援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まずそのお礼を言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八年前发生这个3.11地震的时候，台湾人送了非常多的爱心到日本，那他现在非常的想要感谢大家，所以他在这边深深的跟各位台湾人致上一声谢意。哇，掌声欢迎，谢谢。箱の二人という映画、その震災の後の男と女の話です。那《活口的恶人》这部电影呢，就是在演震灾过后一个一男一女的一个故事。中国で上映できないけど、台湾でオープニングで、光栄です。他说呢，这部片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那很荣幸可以来台湾当开幕片。台湾的其他观众，楽しみにしてます。那是非常期待各位台湾观众的感想。好的，谢谢导演，我们是不是给导演再次热烈的掌声？那我们也请制片跟现场的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15年ぶりに単行映画祭呼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说他回味15年，再次被高雄电影节请来，他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15年前は、新井さんは脚本家として、で、私プロデューサー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今回は新井さんが脚本監督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ぜひ見て、楽しんでください。
那十五年前的那部片呢，是由这个荒井先生担任编剧，然后也是由森重先生担任制片哦。那这次呢，荒井先生不只是编剧，他也担任了导演的工作，所以呢，这次的片子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谢谢，我们再次谢谢导演跟制片人两位先请回座。那也提醒大家，待会在我们的开幕典礼之后 ，Coco 的二人就要直接来担任开幕片。那同时我们还有映后座谈，所以请各位不要错过喽。好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韩国瑜韩市长，以及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长林思玲林局长，今天一同莅临我们的开幕典礼。我们请市长呢直接到舞台上来跟所有的影迷朋友们见面。那同时也请帮我递上麦克风，我们马上就请我们的韩市长来为各位说几句话，欢迎韩市长。谢谢文化局林局长，还有文化局所有的同仁，牺牲了宝贵的假期啊，为了这个电影节付出了好长一段时间努力。谢谢我们陈怡明立法委员、许智杰立法委员在现场，谢谢所有日本来的好朋友，所有热爱电影的所有的好朋友，新闻界的好朋友。今天是我们高雄第十九届我们雄影的品牌啊，非常感谢国内外热爱我们电影的所有的工作者一起来高雄这边庆祝我们电影节第十九岁的生日。那这一次呢，真的是很了不起，总共有4908场次的这个放映，包括长短片还有 VR。 那今年呢，已经举办第九年的国际短片的这个比赛，有来自118个国家4648的作品投入。我非常感谢14位评审委员，要看4600部短片在里面去选拔脱颖而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听说这14位评审委员看的腰酸背痛，眼睛呢负担很重，所以市政府啊以及文化局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那我想大家都知道，高雄是台湾南部最美丽的海湾城市，也是货物吞吐的海港，流通的一个巨港。但是现在的创意呢，我们希望未来高雄能够当作创意吞吐的汇流。那么日后我们希望高雄是人才与各方面的电影的产业的汇流基地。那高雄工业有良好的基础，在原本的制造业、科技业还有软体业的体质非常的棒，再跟电影电视的内容人才我们合作加成起来，再加上现在的体感科技 VR 的影片在全球市场，我们期盼能够拥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诚挚的邀请大家十月份来参加我们高雄电影节，我们在西子湾有坑道电影院、博尔 P3 仓库、 XR 无限的幻景、酷炫的领域展场，让大家体验前所未见的高雄，共同享受高雄海港城市的热情与朝气。再次向这一次电影节所有幕后工作的好朋友们致上最高的感谢之意，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愉快，谢谢。谢谢市长。哎，有什么？好的，这个先让我们继续完成我们的开幕典礼。你要不要站起来再跟记者讲一下？你不用戴了口罩，对，你把口罩拿下来大声讲嘛。好，而且尽量到外面去，不要干扰其他观众，对对对，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哈。不要干扰其他观众，到外面尽量讲，好不好？都后排的都被看到了，好，看不到前面。好，谢谢啊。好，谢谢啊，来这个大家。今天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贵宾，我们请市长稍微留，我们要合影好不好？好，我们呢再次邀请所有的贵宾跟所有的影人，我们再次邀请所有的贵宾拿着雄影扇来上台哦。首先再次欢迎霹雳布袋戏一哥苏焕珍，还有我们爱不可失的导演尹在元，以及十天的夏天导演郑有杰，还有黄建伟演员，以及海巡尖兵导演林书宇，高雄市电影馆杨梦颖馆长，以及电影节的策展人黄浩杰先生，还有我们林思玲林局长，请一同上到舞台上来。那另外呢，
还有火火的二人导演荒井晴彦以及制片森重化，用田久树果导演大冢明子，灿烂星空下演员 Akira桑，还有江湖无难事的导演高平泉高导演，监制徐伯伦，以及演员黄立阳、姚以缇、阿喜，还有我们的影展大使王静小姐。我们请今天所有预莅临现场的贵宾呢，一同上到舞台来。哇，我们这个市长是不是可以带头带我们一起往前多走一小步，好不好？对，我们请全部一同往前移一步哈，因为这样子呢，照上您的脸才不会被灯光影响到。好的，我们请呢所有的贵宾们一同上到舞台来。今天呢，现场有相当多的引人莅临。那我们也要跟所有的朋友呢，请大家，这个如果您有要站坐在比较前方，要站起来拍照的话，可能要请帮我留意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中间的部分有许多的媒体朋友们要拍照哦。好，那我们就请市长带领着我们现在现场所有的贵宾，拿着您的雄影扇，请看向正前方，有点二楼的地方哈，我们的大会摄影师还有现场很多的摄影机架在那边。好，看正前方，三、二、一。好，今天开幕第一天，帮我比个赞好不好？宣告2019高雄电影节正式开幕，三、二、一。好的，谢谢市长，也谢谢所有的贵宾朋友。2019高雄电影节开幕典礼呢，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也谢谢所有的贵宾以及影人朋友们今晚的莅临。那也提醒大家，待会开幕片《火火的二人》即将要开演，请各位千万不要错过。那高雄电影节一连18天的影展期间，都会带来很多的精彩影片哦。再次感谢各位莅临今天的开幕典礼。那待会呢，会再提醒各位，因为我们今天呢有开幕片，待会就要正式开演，那也会为大家呢稍微来介绍一下。那同时呢，在演出过后，我们还有座谈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多多跟导演还有制片来聊一聊，谢谢大家。